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礼遇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礼遇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礼遇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17页第5行当中，无等无伦，最上甚至者，正是如来大愿尽智。这是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圆满智慧啊，大是赞叹，圆是圆满，不像前面，前面菩萨全教菩萨所证的还不圆满。这个时候转第八识阿赖耶识成大圆尽智啊，究竟圆满。一般称为化身菩萨。长极光净土啊，不是住十八土啊，住长极光土，这究竟圆满真的佛果。十转本识，阿赖耶识本识，就是妄心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从真心里面起了一个妄心，妄心生法界虚空界。不仅是释迦弥陀的暴徒，他同时也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，包括过去未来啊，十方三世佛都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，一念不觉产生这些现象，
这个现象太大了。不但声闻缘觉不知道，误以为它是真的。大乘教里头有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就是阿赖耶，就是妄心。大乘教里头法相中讲八个心，叫八心王。啊，八个心都是妄心。阿赖耶识是根本的妄心。啊，前面七个都是以阿赖耶变现出来的，所以称之为本是根本。啊，其他七个识是从他生的，转本识才归心源。这个心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啊，真心是什么样子？慧能大师讲得最清楚，最简单。啊，他说了五个，第一个，本自清净，真心是清净心。从来没有染污过，跟前面七个相同，都是以阿赖耶变现出来的。啊，第六意识，第七摩那，再加上眼耳鼻舌身，总共叫八识。大乘教里讲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八识现出来。阿赖耶是一念不觉，就没转过来。一念不觉演变成念念不觉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啊，我们要认识它，它是我们的真心，它是我们的本性。啊，真如本性。学佛不学别的，只是把真心本性找回来，跟儒家大学所讲的明明德是一个意思。真心就是明德，一念不觉不明了。儒跟佛的教学终极的目标就是把明德找回来，安住在明德上就成圣成佛了。修学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，始转本识。啊，开始见到了，方归心源，妄心灭了，真心现前。这个心愿是真心。啊，
一切种境无不圆照，是名为大圆见之。大是称赞，圆是圆满，也就是说遍法界虚空界你全见到了，一个不漏啊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通通见到，样样明了，这是自信本能。阿赖耶不知道，我们六道凡夫全教菩萨用的什么心？阿赖耶阿赖耶叫无明啊，在迷啊，他没觉悟啊，悟了就叫大圆净，迷了就叫阿赖耶啊，阿赖耶叫藏识，含藏宇宙万有，遇缘他现行，没有缘他不现行，所以佛家讲整个宇宙因缘生法啊，总是离不开因缘。最粗浅的现象我们能知道的，起心动念，那就是一念不绝，于是修行的总的纲领我们就明白了，那就是不起心不动念。释迦中国的孔子、老子啊，这些人的境界我们可以肯定，可以相信他们都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样的人先前他的智慧就是大圆见智，圆满的智慧啊，过去未来此界他方没有一样不知道，范围啊，这个智慧的范围多大？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全知道啊。记住佛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，如来的智慧就是此地讲的大圆见智，啊，无等无能，最上甚智，是我们自性里本来具足的。只要我们把妄心舍掉，放下，大圆见智就现前。怎么放下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放下。起心动念它就起作用了，叫什么？无明。
把大圆镜变成了无明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它是属于性德真如本性里面的明德，要会悟。佛告诉我们修定，为什么？心里头妄想杂念没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它就现前。我们今天妄想杂念不断了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前念灭了，后念起来，它不断呐。要靠修德帮助啊，修持、修行、修正、行就是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不放在心上，就开悟了。谁有本事把起心动念放下？凡六道凡夫不知道自己起心动念，十八层天也不知道。化身菩萨才知道，前面七十都转了，还剩下第八十。阿罗汉前五十转了，第六十扶住了，它起作用，真的回头了啊，刚刚回头。第六第七识还没转过来，啊，六七识转了，菩萨六十分别七十之主，我们用功八万四千法门，用功的原理是一个眼在色尘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看清楚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是佛；不分别不执着，是菩萨。他为什么不分别不执着？《金刚经》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：“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”
谁见到？佛见到，佛言见到，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佛法是法，没有例外的。这一切法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要不知道，把这个假的放在心上，就迷了，就变成阿赖耶了。不放在心上，阿赖耶转过来了，大圆见智现前。什么人有这个本事？见色、闻声、嗅香、肠胃，都能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。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是智慧。起心动念是阿赖耶。只有明了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诸佛如来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是菩萨。他为什么不分别？为什么不执着？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毕竟空，不可得，这是事实真相。释迦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，用梦做比喻很多，梦幻泡影啊，你在梦中不知道自己在做梦，以为是真的啊，得到了生欢喜心，得不到了生烦恼。梦中啊，梦中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啊，全是假的。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，是做一个大梦，做一个很长时间的梦，其实时间跟空间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迷了才有误会啊，救了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设防，没有时间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就在当下，当下这一念，明白了智慧，迷惑了烦恼。分别了，尘沙烦恼起来了啊，本时一年不久，本时叫无明烦恼。本来明白，你是为什么不明白了？无明烦恼变现出虚空法界，迷悟真的刹那间，豁然大悟。
我们为什么不能？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，我们讲习气。这些修行人菩萨他有没有习气？有，跟我们比他的习气很薄，我们的习气很浓，浓到什么都看不见。他们习气薄，哎，偶尔看得见，他能把偶尔那些抓住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自信、真心、真火，我的本来面目，自己的本来面目是清净的，没染污。是平等的，没有分别。是无所不知的。无所不知的这种能力啊，智慧，真实智慧。是自信真心本有的，只要不迷了，通通现前。大乘佛法没别的，只是在追求不迷。要不迷，心不能动，啊，能大师告诉我们这几句话很管用。第一个清净，第二个不生不灭。不是妄想。妄心是生灭心，前面念头灭了，后面就生了，一个接着一个。无始劫以来到今天，从来没中断过，断了就好了，断了真心就现前了，永远被他障碍住。就像我们看动画一样，电影的画面、电视的画面是动画，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，相思相许，这画面没有两个相同，也没有两个不同。这个说法什么意思？画面不能执着，不能执着的也不能执着，你才能见得了心。忘的去了，执着那是真的，真还是忘？为什么你的心总是在动？动它就有，就现象，现惑幻想啊，不动才把真相打败，搞清楚，搞明白。所以菩萨能慧能大师
菩萨了，大菩萨了。登地的菩萨，他不是三贤菩萨，登地菩萨为什么？明心见性，大圆见智开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说的一切经，你拿去问他，他都有能力讲给你听。无尽藏比丘尼，是慧能大师在逃难时候遇到的，手持大涅槃经，每天读诵啊，啊，慧能大师在旁边听，等他念完了，慧能大师找他，把刚才念了一段经文里面的意思讲给他听，他听了之后非常惊讶，捧着经书来向他请教，他说我不认识字啊，不认识字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。慧能大师第一个读的就是无尽藏比丘经，比丘尼还在迷眼，能大师开悟了，变法界虚空界自信生的，哪有见了性的人哪有不知道的道理，在潮汐法达禅师读《法华经》，意思不懂，向能大师请教。能大师，你把《法华经》你念念我听听。啊，过去没人给我念，我不知道，念念，念完之后，几句话就把它开悟了，自信本具般若现前，这就是无等无能最上甚智，是自信本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外面没有这个智慧，甚至小智慧也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自信你都没有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真智慧一定要开悟，所以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分三个等级啊，放下见思烦恼小悟啊，见烦恼就是无中见火，身见把身体当作火，根本的错误，身体根本不存在啊，你怎么把它当成我呢？为什么说根本不存在呢？我们从经上的经文
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。佛问弥勒菩萨，代我们大家问的，说念头极其微细的念头，微细到什么程度？念头的生命，弥勒菩萨举例子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单位是100个钱。100个钱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一弹指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可以弹7次，弹得快的可以弹7次。320兆乘起一秒钟，得的数字2240兆。这样的频率在你面前，你能看见吗？看不到了。在你耳边的耳钉，你能听到吗？听不到。太快了，佛知道，每一个成佛的人都知道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是在无等无人最上甚至这一层，在这个阶层的人个个知道。只要真的明心见性，他知道啊，慧能大师知道，他没障碍了，在这个世间表法给大家看，啊，他怎么能？我们为什么不能？关键就在一句放下。他能放下，所以他看破了，看事实真相，看明白了。我们一般人放不下了，放不下你就看不破。放下的人生智慧，不能放下的人生烦恼啊。这是我们反复事实真相。啊，那我们天天在经教里头看到佛所说的万法皆空，佛说的世间人数，他后头续了一句因果不空，还有执着没见性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也不可得，也了不可得。不但因果了不可得，化身了不可得，
不见性，自性了不可得。真的，真如，你无法想象，你也没有办法说明，所以开口就错了，动念就怪了。说错了，不能起心，不能动念，不能开口，这是佛的境界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没有差别。也没有先佛后佛，佛只一个，哪有那么多？那么多是佛的变化。为什么变化？度有缘众生，叫游戏神通。这都是意义最上甚至，我们要真用功，在哪里用？先学着六根，对六尘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我们做不到。不分别不执着，我们也做不到。我们学小乘阿罗汉，不能把它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这是妄心，妄心生灭不住，不放在心上，这个妄心就断掉了。断掉好啊，断掉是真心现起，阿罗汉给我们做证明，真心现起。所以阿罗汉有六种神通，阿罗汉的小自在，没有的大自在，的小自在，那个小自在在我们看是大自在啊，他跟菩萨比也比不上，差距很远，因为他有分别。他有起心动念啊，菩萨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分别放下了。为什么不分别？假的，你要分别你就错了，你分别他增长无明，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佛法没有别的，就叫你放下而已啊，连看破都不必说。为什么看破？自然就看破，只要肯放下，麻烦就在这一点啊。人的根性不一样，烦恼重的人从放下，先放下后看破，所执障重的人好学是所执障，
学了很多东西放不下，佛教是从看破下手。人有两种烦恼，两种障，二障，所知障、烦恼障。佛有两副药，放下对治烦恼障的，放下对治所知障，看破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就是练这功夫，立思练心，把妄心练掉，真心自然现前。也不要去求真心，求真心是妄心。真心是本来有的，怎么可以求？放下妄，妄想真心就现前。阿罗汉所证得的真心，放下分别，菩萨的真心。真心先前的方归心源，真心一切种见无不圆照，是名大圆净智。句句是真话，此一智种有无数身，如解脱身、二乘同德、六道轮回没有了，凡夫生生世世脱不了六道轮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身，非常坚固肯定认为这个身是真有，不知道世间几十年梦中啊，不知道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为这个身造多少业，善业恶业，在现代的社会肯定造的恶业多善业少，解脱身，二乘解脱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菩萨解脱，脱离十法界，不但不再搞轮回了，也超越十法界。超越十法界到哪里去了？十报庄严土极乐世界有四土，最高的长吉光法身第二个十报庄严土，
也是法身。啊，法身还带着习气，习气没有了，就入法身了。常寂光，不生不灭，一片光明。所以，儒家讲明德这两个字很有道理。充满智慧，光明是智慧，不是精神，也不是物质，一片光明，大光明藏，啊，正是法身非彼所共。二乘虽然证得解脱，他没有见法身，啊，跟这个大修行人不一样，但是他脱离六道轮回，不能说他不是成就。啊，三种烦恼，见思烦恼它断了，内心贪嗔痴慢疑没有了，啊，外面知道一切是假的，没有染住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啊，念佛人有个好处，念佛人虽然没办法放下，只要把佛号放在心上，其他的就慢慢放下了。啊，不管起什么念头，第一个念起，第二个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接下去了，把你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起这个作用，这个好。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等于全体放下。那个时候还有极乐世界没放下。极乐世界是不是真有？真有。啊。跟你说真话，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没有。境界现前，像做梦，正在梦中，梦境有啊。极乐世界也是梦境啊。到什么时候真正完全觉悟？极乐世界常寂光，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大圆镜智常寂光啊，到极乐世界回复到常寂光不难，而且是肯定的。每个人进入常寂光，时间长短不一样，但是总的来说，个个都入常寂光，个个都证得圆满法身，心得圆满现前，就是能大师讲的本自具足。啊，它是什么样子？本无动摇，这就是一心不乱。幕后一句，
能生万法，整个宇宙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都是这个法身变现的。这是真的究竟圆满，保证我们一生成就，就是无量寿经。啊，所以有人问我，学经教学哪一部经？我介绍的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大圆满，保证你真的。啊，你对这个半信半疑，我还不能接受。那《大藏经》里面84000法门，随你选择，你喜欢哪个法门都可以。啊，所以这个五种殊胜里头，故名五等，这是一胜，第一个胜，如前三智，前面三种智，不思议智，不可称智，念老这里给我们讲的，过于不思议之，这叫罪，过什么？超过了。欲语不可称之，所以叫上。宽于大乘广智，这叫圣。是为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圣也，故名为无等，无能最上圣智。这些都是说给我们这些初学人听，听明白了，希望你赶快把它放下。这个智慧慢慢会浮起来。啊，放下妄想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。又会书里头说，不了佛智者，改疑佛智不可思议，不悟如来，所以大也。啊，这个里面，所悟甚至于一切诸佛所说之经，不但佛跟佛在一起没话可说，佛跟菩萨在一起也无话可说，除非菩萨问，菩萨不问佛不说，
啊，为什么？只要见性，只要开悟，你全都明了了，又何必去问？啊，悟的人跟悟的人在一起，没话说，都在那里盘腿、面壁、欺辱、长期狂啊！这个境界大，太大了。用我们的话来说，无世界之前，无量界以后，因为它境界里头定中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都是现前，有缘的众生多，生生世世皆的缘，众生多，遇到有缘一定帮助他提升，那就要现身说法，现什么身说什么法，没有一定，决定契机契理，帮助他救福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